表示说啊，他是公开公正的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啊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啊，我们常常这个教的表征就是邪恶的事啊，还有错谬的啊，错谬的教训啊。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邪恶的事还有错谬的教训里面，我们要出来。一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陷到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里面啊。常常啊，这个教一丢在我们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发生一些很多的问题嘛，哈。比如说什么党跟什么党，蓝色跟绿色的，一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政治上的教，就会啊让很多弟兄姊妹就怎么样发起来了，我就发起来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。头脑就不清楚了啊，就听不见神的话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从这些里面呢出来啊，不要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，也不要受到这个政治上的破坏哈。好，因为他们都是不太公正的哈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再翻过来哈，第八章这里。好，当然刚才有讲到说这个瞎子的问题哈，这个当然。一面呢需要我们的眼睛看见，然后一面呢他这里说到说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二三节注了好了哈，二三节注了，我们把这个读完就差不多了哈，来，这个子民如无救主，知道他要为瞎子做事，因为他吩咐瞎子说，沿着村子也不要进去，从属灵旁边说，这也可是使他们家恢复视力的元素注入他里面，凡是属灵瞎眼的人都需要如何救主有这样接触的时间。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跟主有亲密接触的时间，好让他的这个神圣元素啊能够注入到我的里面。好，二四节注意，我们再读一下就好了哈。这个说明人属灵的看见，在属灵恢复的初期，他看见属灵的事物，如同这瞎子看见人向树行走。经过进一步的恢复，他就样样都看得清楚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有些弟兄姊妹呢，他或许啊刚得救没有多久，其实他不一定看得见属灵的事物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他。啊，让他看见主的话、主的事，然后呢，主的势力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怎么样，进一步的恢复，能够啊，样样都看得清楚。愿神祝福我们。